在拍布达拉宫，看一眼啊。看一眼超广角，看一眼，是不是跟你们想象的一样宏伟？可以考虑养两两只鸟。这个鸟，到时候我怕不好养。别断粮，别断水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嗯，但粮食就一直给它这么有就行了。就这种，一直有就，一直有就行了。嗯，笼子，那这个笼子养这个小鸟，那正好。对，特别适用，两只鸟不再多了。太小也不行。太小也不行，太大也不好。嗯，这种小的是干嘛的呢？我卖蝈蝈卖完了，蝈蝈也卖。对，蓝色。天蓝色。对。对，那个颜色还深一点是吧？上面那个。对。啊，那是个母鸟。那哪看出来的？我们看鼻子就看。哦，看鼻子。对。这是母鸟。对。你看，看它鼻子，拍一下，回去我也好认。是什么样的？这个看到有点发紫嘛。嗯，这就是。然后找一个发白的。哦，那个就是那个，那就是公的。对，白色那就是公。嗯，先放了看看。水的话，它这里放，应该它也会喝，会喝的。会喝，你就放上一点。嗯。哟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是骑摩托车过来的，摩托车过来我怎么拿走啊？我上面有箱子，上面有箱子，对，放吗？箱子里面可以吗？就是，比如说这种，你直接往里一放，先放一下。行吧，拿着吧，不行，我就放货座上，我去卖点。对，好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粮食哈。啊，口粮。粮食你先拿一斤嘛。好，一斤也吃好久了吧？对，吃没了再买就行。行，先拿一斤吧，我不够的时候我过来不远。行，我先给你放一点吧，你要不饿着的话，我就放一点。你先不放，我回去放吧。好。这个粮食是多少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钱一斤啊？对，这还可以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小仓鼠，小仓鼠我也想养，但是实在不行，车里没多少空间。对。而且小仓鼠味道比较重，以前养过。嗯。所以说我压根啊。就没准备买什么东西，我就是骑摩托车过来看一看的。啊，好了，两个小鸟带回家吧，摩托车还不好拿，我只能这样放。哎，这样子有点弹性。等一下，摩托车我骑慢一点，是吧？我听说这个小鸟啊特别胆子小，等一下我骑慢一点，别把它们吓破了胆。没问题啊。OK， 出发回家。哎呀，告诉蛋蛋，我们家又多了两个成员。走，到家了，看看这俩小家伙，一脸懵逼的样子，看一下，一脸蒙圈。到家喽，小伙伴们。蛋蛋，小伙伴。这两只鸟呢是100块钱一对买的，但是这个笼子呢要了我50块钱，等于说是150买的，肯定比那个内地要贵好多，那没办法了。本来啊我去花鸟市场我就去逛逛的，我就瞎逛逛的，结果买了这两个货，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。花点时间也好，两个小鸟。蛋蛋一脸
什么表情。嗯，小男孩都够吃的。